别忘记老师说的事情，因为你的记忆不可靠。想学习没问题，只要你写笔记，这样才能把东西学好。拿起笔写笔记，我陪你，我们一起写笔记。别忘记最重要的东西，写笔记。别忘记老师说的事情，因为你的记忆不可靠。想学习没问题，只要你写笔记，这样才能把东西学好。写笔记，别忘记老师说的事情。